信强最近阁要甲阮集团10%的股份分出来，你敢知影是要何啥物？周信强害我的事业吃落去，害我四季终止，民主尽扫落地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就让雷锋也知影你周信强暗藏一世人的秘密。相比这第三个人，就是阮上细汉的结拜，我做陈金辉，是讲伊已经死了，伊是去予周信强害死的。是讲当当年，周信强怪袂拄到你啦，伊就要为了赚钱来甲头家骂动手术，所以就撮到我甲陈金辉去海外做走私的生意。这，我想要写情形啊！金牌，金牌，哎呀，你受伤了，要不这位就行啊！这位，莫怪，就连唔捌提起陈进辉的代志，大爷虽然是无讲啦。放过这多年，伊是一直日思夜梦、思思念念的，是真辉的宝。什么意思？伊一直在找真辉的母囝，因为伊想要代替真辉啊来照顾因母囝，甚至伊嘛甲律师讲要修改遗嘱，将信发集团10%的股份来过户因。我想这你应该不知道，你要把信发集团10%的股份，然后一个完全没看过我的人，信发集团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哦，我的后头厝当年也替他周转很多钱的，我也连我的人脉替他打通关的，你哪会在我背后做出这种事情？算了，做你莫遮尔啊激动啦！我啊早知你会生气，我就莫甲你讲啊。所以周信强一直伫咧找迄查某人，是陈进辉因某。哎呀，其实大兄伊嘛足憨的，甚至伊还佫叫记者去找人，好佳哉是予我动来啦。啊，若无你看这代志是写不偌大呢？周信强，你把我的公司害到周转不灵，我就把恁全家伙啊，母甲家欠不灵。这物件已经照你吩咐修改好啊，你先看一下，若是无遐问题，再麻烦帮我签名一下。周信强，你今晚想要查什么物件？回答我。有一块代志我无方便讲，我无想要讲。陈进辉是啥？你是安怎要留这么侪股份给因母子？雷锋，可不要我。顶面收下拢是我树林的财产，都算讲我留10%给别人，其他的股份，动产不动产，嘛一定有够给你甲囡仔，规世人的家庭拢免烦恼。你即马是一个集团当处长，你哪会好意思甲别人讲，你周信强是利用走私，是利用兄弟的性命，才能得到创业基金？我敢有讲唔对？是我不甲你讲的。对啊。我搁较知影，当年就是陈进辉替你动枪子，你感觉你欠伊一条命，所以你想要把这人情还给伊的母子。也不讲了，无唔对，这份文件搁较能证明你双手包坏事实。
掉，那才能忍受听到的感官。幸福会是我一世人受大的亏欠，是我一世人的黑板。甚至我到今嘛，我每一天拢希望当初小龙虾是我，不是。我孙雷红是清清白白富二代，结果你这小气包回来又唔敢回头啦！你今天讲什么分毛啊？可能连公文都结话啦！你到底搞到几多？你到底搞到几多？小气！你叫什么？老师，你帮我说话的声音。这里在几年来，我一直想要弥补我受犯的罪。我的财务就也无强，前几阵嘛，我查这么多的病，只有政府的给好。你搁骗我去无去病院？你去病院，就是为了要找到某囝。邱信强，你到底做偌济代志？我无啊，你讲啊，邱信强。不管你哪款，我已经下定决心。我们老公是百分之三过分，我政府也无惊。作为我对你的弥补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有，你妈袂记哩。你有今日革命，拢是我的功劳。我嘛是集团的董事，我冇主动权，我不准你敢跟我不安排啊！除了你后头厝，就我就转去美华，叫你随你来。公司大大小小的代志，你什么时阵插手过？两只，你。就是有啊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从来唔敢对我大声讲话，今日煞为着这，我根本都无识识，甚至都无看过我啦，你安尼对待我，感觉我的面子啊个感受，你无要讲啊？我做人要小心哦，我答应过政委，要照顾爷母囝。我都一定会做到够！你没做到，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啊！你没演讲，你给我放开！没，你没演讲，你没演讲！啊！这位小姐，麻烦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好吧？因为你把我的心偷拿去了。你没资格跟我讲话。你真的不记得我？体操队的黑玫瑰。落叶学长，落叶学长，你看，你看。我摕到韵律体操比赛资格啊！哇，佩瑶，我就知你一定最高诶！我甲你讲哦，十几个人比，只有我摕到，这厉害呢！你是张若元，阮学校的校草。我就知影你的心肝内阁有我啦。拄只我伫足远的所在哦，都看到一个身材足好的大美女坐伫吧台，我就想讲，今日我的运气哪会这么好？结果走过来一看，竟然是我熟悉的人啊！我看到这个荣幸，会当邀请你陪我跳一支舞，我会当重新倒转去十八岁时阵迄种动心的感觉。真足水的，我已经被你征服了。
但黄金是嘞，是我唔好，是我一直不愿工作，都无注意到你的感受。你也对我较温柔诶，比我家就爱你。连红你无说，阿妹这点辛苦，我会永远伫你身躯边。他说你来听嘛，我的金教头当永远做你的外靠。奶奶，你也答应我，一直参照安奶，跟我烂条条，每一个帮手，永远每一个离开我。当然蛮好啊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永远拢是你的查甫。你哪在哭？是不是想起那个伤害你的人？莫阁想啊，伊无代替你为着伊流一滴目屎。看起来，你也是无落放啊！迄个害你伤心的人，既然呢，我都。今仔日，我唔是任何人的母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让全部的查甫人拢爱我孙俪。你那假设拢穿好啊，我就是讲，咱要做伙食早顿来。早暗是早暗，都已经过去啊。佮想要做伙食早顿，你老尊公或者叫你吼。是的啦，昨暗无你真个足水个，害我一时无落控制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负责。这种话，你对十七八岁查某囡仔讲，无你较有效。啊，不过咱拢几岁啊？欢喜做伙耍耍就好。那老师讲什么有责任的话？嗯？昨暗只是耍耍的。啊，那无嘞？敢讲你希望我对你负责任吗？也是爱配合你讲一寡。我希望会当甲你久久长长的废话，出来耍哦，都爱耍下去，啊那无，卖耍。雷鸿，你听我讲啊，我自高中开始就足介意你啊，经过这么多年啊，咱永国小赌，我相信这唔那是一个卡，是天公伯啊，要给我一次告白。你还知影？不管是以前的我，还是今麦的我，你拢无资格，你当对我高高的。我哪讲，我嘛是一个为十七岁到七十岁通杀的情商海王，竟然拄到一个比我更加厉害的海后。我说电脑会放闪嘞。